Hey y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浩然啊。Pokemon 咧又出新 game 啦，今次咧系手机 app 嚟嘅，叫做 Pokemon Co-Master。同一般嘅小精灵育成同对战唔同啦 ，Co-Master 咧系一个战棋类嘅游戏啦。咁咧你系收集唔同嘅小精灵棋啦，再组队嚟玩嘅。游戏开始啊，就系 Pokemon Figure Game 嘅世界大会，系一个饭店林立嘅人造岛开始啊。玩家加入呢场大会当中咧，就是以饭店王为目标展开决斗嘅。究竟是怎样玩的？咁首先咧，你会见到对战嘅棋盘啦，自己同埋电脑咧都有分别嘅小精灵队伍啦。而家咧就系斗快去到对方中间发光嘅三角形点嗰度啊，就先系赢啊。小精灵旁边咧有个数目字，就系代表可以行嘅步数啦。对战盘上啊，每个小白圆点啊就系一步啦。但是啊，当你行到对面的时候呢，咁对手的小精灵啊，梗系会出嚟挡你啦。如果窄路相逢又点啊？咁会进入呢个对战的画面嘅。咁会有两个转盘出现啦，转出嚟的数字啊，如果比对方大呢，就可以击退对方啦。对方呢就会去咗休息区啦。当有三隻小精灵啊入咗休息区呢，咁第一隻喺休息区嘅小精灵呢，先可以翻去战场嘅。呢只 game 就系要运用大家嘅智慧同埋策略啊，要成为精灵棋嘅大师啊！嗱 ，iOS 咧同埋 Android 都有得下载啦，基本上系免费嘅。不过如果你要收集强大嘅小精灵咧，就可能要货金抽重啦。我嘅手抽竟然系